最新状况带您来看，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原本是要出战内湖南港选区对战同党籍的李彦秀，不过经过党内协调，他现在是要出战士林大同，即将对上有蒋氏之称的王世坚。稍早他也有最新回应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。你来，咱跟世坚大哥哈，狭路相逢的时阵，那也是练一下台语嘞哈，谢谢。啊，昨天听说世坚大哥送我四个字，是不是？才貌双全啊，那我也要送世坚大哥四个字哦，我觉得他是智勇双全啊，因为我每次看他在那边想要送什么礼物哦，真的觉得他的脑袋非常的灵活哦，非常的聪明哦，而且看他每次跟人家对，大家记得世坚大哥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哦，愿赌服输哦，不管是跳海啦、高空弹跳、哦，所以我想世坚大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真男人。那我也希望说哈、哦，他现在每一次看到我都可以送我一份礼物，请大家帮我转达我的愿望。可以听到议员游淑慧是表示，他除了要进攻士林大同，他同时也要兼顾内湖原本的服务。虽然是蜡烛两头烧，不过他还是会全力以赴。最后呢，他也强调，因为之前王世坚在北市议会质询的时候都会送礼物，也希望每次世坚大哥遇到他的时候都可以送上一份小礼。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到最新状况，让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